结束东马之行，出发西马吉隆坡。古晋机场虽然不大，但超级的方便。吉隆坡虽说来过很多次了，但从东马过来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。两张车票到 KL Century 换钱，坐地铁到酒店。哈哈，西马的交通果然与众不同。走吧，跟着 Sherry 一起逛逛吉隆坡吧。我们现在去机场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推了一个小车车，把行李放在车车上面。古晋国际机场，现在我们去 Kuala Lumpur 告别古晋了。那东马之行呢，即将就要结束了，古晋是我们的最后一站。此机台很有意思啊，它是一个很高很高的，不知道是扫描吗还是什么 ？Arrow， 这是马来西亚 Air， 我们坐的是八什么？那个字有点奇怪，它是上面一个山，下面一个河，是哪一边？对面是吧？走在全部关闭了。最后来看有没有人问一下啊？哦，我们是这个 Body， 我们本来要在这里打登机牌，但现在呢，它是需要等，还没有开放哦，我们就打出手机，就在网上它的官网默默的直机，办了半天，然后全部截屏截好了。结果一转头一看，好多人呐！原来不止我们，他所有人都在等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推着我们的小车默默地走了，直接信息走吧。现在我们就要去出境，因为我们要从沙拉越去吉隆坡，它就有一个出境的一个手续。好，车只能到这里了，我们就背上我们的书包，然后我们写一张单子，因为我们没有登机牌，盖章盖在这个边边的。啊，大哥还在记。古晋这个机场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登机口这边了，然后它一共就只有九个登机口，我们是登机口六号。大希尔带牛天下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吉隆坡了。我们从古晋直接飞到了吉隆坡。说实话，吉隆坡来了很多次啊，直接来了之后，这个首先啊 ，WiFi 就自动连上了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先去酒店，走吧。Hey, Century, cash only 啊。Yeah. Oh, OK. Okay, number four. Number four, thank you. 一个人是十五，两个人就是三十，然后只能用现金挪去的哦，带点现金来。Okay, platform number six. Six. 我们是三十五、三十六号。座位的话，有三五三六，哇！好，我们现在到了 KL Century， 然后在这里下车，大哥拿行李，我们准备在这边找地方换钱，然后先吃东西。换钱要走到最底下。超市边上就是这个换钱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换了300块钱的马币啊，再也不用担心现金荒了。哇，这个时候排好多的队哦，那么多人在这换钱吗？我们现在去坐车到酒店去了。我们是选红色。红色。对，两个人。3.2。买到了全身上下仅存的零钱4块钱，刚刚好3.6。好，走吧，往哪边？往这边哈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马斯加德这一个站了。好，现在出站去找酒店。是这一个出口不？这个轻轨站是吉隆坡还算大的一个换乘站，所以人流量比较大。走吧。像这个小牌牌放里边，
哇，一出来就有这种老式的建筑群，看起来好漂亮啊，这个房子。跟着大哥走，他找路还是要得行点。Amasya 的 Jamaica。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坐地铁就是这个站，然后当时英语也差，也不好意思去问人，就拿一个小便签纸，然后写上我要去的站名，然后几个人，然后递给他，他就给我回写上面多少钱，递给我，然后我就把钱一起来就搞定了。刚不是说到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社恐，然后不知道怎么买票吗？结果发现这个事情呢、很好解决，就是我一结婚了以后呀，哇操，那脸也不要了呀，语言也会了呀，啥都会了呀，这就是被泼给逼的呀，没办法呀。是屁事。我们要在吉隆坡待三天。对，三天晚上。然后这个酒店才多少钱？不知道。60几块钱。一天呐、哎？三天。三天190。真的假的哟？真的。马币吗？人民币。人民币，含税呀、吉隆坡首都住的60几块钱的酒店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这个哟？你开呀。7077。哇。可以啊，这个60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就是房间有点小，然后床放在一边了，这个完全可以吗？这个这里还有一排柜子，柜子就无所谓，这个空档可以放行李、很好啊，这个性价比很高啊，这不错、再看一下卫生间。卫生间哦，这是上厕所的哦，它还干湿分离哦，这是洗手的，这是洗澡的。还干湿分离。哇、这个好刺激，楼下就是这个轻轨站。